一个翕啥？在拍片哦。哦，无输一百输哦。哦。爱给你分享订阅，把小铃铛开起来，知无？就是迄台啦，行动加油站哦，我叫伊汽油巴士啦。因为咧，即附近是水源的保护区，所以拢无所在通加油。啊，上近的嘛，差不多爱九公里、十公里以外才有通加油。要安怎办呢？哦，就是有即台行动加油站啦。哦，每一个礼拜有一天固定时间，爱伫即个地点来帮大家加油。啊，因为遮个人呢，可能爱准备差不多一礼拜份的汽油啦，所以吼、哦，大家拢哇。摕桶仔来遮，安尼底较济咧。好。你讲安尼一桶是要用一礼拜吗？差不多。差不多，啊有够。哦。哥，你加这么烫哦？哎，是要恁家己用？自己挖土机在做。哦，啊，你每礼拜拢来吗？啊，只要他们有来，只要我有工作，有吃，我们就来加。哦。这是全台湾唯一一台哦。今仔会当予我拄到，运气真正足好个呢。这张八个哈，谢谢。上课较早的时阵吼，人拢做是较济，所以其实呢，较早的时代，这是东北角稻仔产量上济的所在。不过后来因为少年人拢出外打拼，啊嘛因为水灾，足济地都拢放伫遐，啊无得种。啊，后来呢，我有一位朋友，伊嘛是伫台北打拼十几冬，啊差不多五十几岁的时阵，转来厝里上课遮，啊甲地整理理咧，啊种足济物件。啊，伊嘛有在推广遮个农产品啦。伊捌甲我讲，双溪有三宝啊，倒三项我是袂记得啦。我等下就甲问看卖好啊。吕大哥，啊，依琳来了，你来甲我接无？哎，我坐稳一下。好。哦，这是车还是奥多麦啊？四轮传动的搬运车，第二哦。好。练就打着，嘿。第一摆坐坐呢，嘿，第一摆坐吼，嘿。改动作，够趣味啦。改动作，动作物仔。好，出发。好。哦，足稳的呢。哦，要来去种田啦。哦，到啊到啊。嘿，咱停在遮，树仔较大。你讲恁三宝是多三种？三宝哦，阮家就是野姜花，嗯，毛蟹，嗯，啊，搁一个
山药。山药。哦。嘿，这三种。咱即摆以咱看看，这就是山药。啊。好，这是山药的藤。嗯。啊，这几条几条，这啥你知无？籽吗？花。这就籽，阮家叫做鲮鱼籽。试看卖，咱个籽食看卖啊。哦。这哦，鲮鱼籽。对。土豆，啊，土豆，嗯，土豆，你参政人知影，嗯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挖掘的是那个山药的那个导管种植。哦，为什么是用导管啊？导管种植就是山药，它会延伸的导管下去成长。哦，所以我们挖掘的时候比较轻松，比较容易。哦，就是宿舍啦，叫伊住伫内面，啊，对啦，对啦，对，乖乖等下，嘿，成长好，好，嘿，那我们找它那个山药的导管。哦啊，无法度，我足含慢嘞。明谢惠顾，敢是因为即马还无着时？是嘛，嘛是还袂专熟啦。哦，安尼在收成的时阵，唔着就先在开奖，因为呐看到这個、哦，都淡薄啊失望啊。啊，呐开着足大条的，哦，有够欢喜。嘿，足欢喜的着。哦，这看起来真成果报呢。嘿，有成啦。嗯。哦，啊，不过山药伊营养成分甲高无同款。嗯。哦、生甲较好是算偌大颗？哦，伊这好一条鞋三斤以上起哩，足大颗的。哦，足大。啊，会算讲出自己讲的长度出去。哦，遮大哦。嘿嘿嘿，啊，阮有机的咧种甲安尼较困难啦。嗯嗯。哦，你像这丛已经死去了，都安尼样呢，这些花茎安尼。嗯。啊，咱要食上青的山药。好，我甲你包体。啊，免了，我这鸡丝我来就好。好。你摕山药就好啊。哦。上青啊，山药。你拢学着相知影，系啊。哦，南面我来去看学原生种的山药。啊、哦，我第一摆看到安尼规条好好的山药。嗯。啊，原生种甲用导管的品种甲种的方法拢无同吗？品种是拢会使种。哈、嗯。啊，方法无同款。哦。我手无够长咧，我来好啊，我握起来才让你落去。实在是哦，做无路用诶。我这正经遮尼深吼，无好握，连我握嘛握断去啊。手上底、脚上底拢无法度呢，吼，嘛是爱像吕大哥你体格遮好，才有法度啦。啊，真喘真忝。哦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可以可以提可以提，这条可以提，哦，这条有长啦。这丛安尼就真欢喜啊！嘿啊，已经比头大个拢，嘿嘛较粗，大棵嘛较粗，啊嘛较长。嘿，这头两手过去啊。哦，啊，原生种的你讲本来就会较细棵，所以安尼算作是生甲袂歹嘛，做好诶。安尼，若拢逐丛安尼吼，我就逐工吹笑白笑啦。一斤吼，嗯，360度，哦，拢可以吸收到土壤。哦，啊，导管的是一边。哦，对，因为倒嘞，啊，伊倒的，哼，啊，这徛的，伊要食家己讨趁，所以这就是较结实啦。哼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太用行嘞啦，这阵打鱼也拢安尼。做事遮辛苦，为虾米阁会选择讲爱倒来做事啦？本来是讲人生的规划是无退休倒来吼，要过退休的生活。嘿。结果一个做落去了，感觉讲。有一个使命要我去完成，农业传承，吼，啊，甲土地复耕啊，因为上起讲也是个90%以上的土地，几乎拢囥咧遐远，真怕算，就怕算啊，都浪费，啊，无就后摆变次生命啊，足可惜的。啊，一般呢，用先甲这个鲮鱼籽先采收起来，阮摕来做种，像这土块嘛是落去啊，嗯，捡咧，拢甲捡起来，揉者，好。安照照的，啊，伊就落落来。嗯。啊，落落了，伊叶啊嘛会落落来。嗯。安叶啊，再个另外捡。嗯。今年子生足少呢。你那边先去水船遐等我吼。嗯。啊，我去那边遐买一挂火龙果，好啊。拍照通啊用。好。
哇，这溪水就清。火龙果拔来了。哦，哦，恁家有水解方便。水看咧有啦哦。嘿呀、啊，就这看咧、哦、嘿。热天你家算拄啊好。会当摸哪咸水库？真正咧。嘿啊。哎、欸、嘿。迄什么？哦，迄蛇。迄蛇吗？嘿，对对。哎、欸，真大只呢。我还算蛇仔尔，还无细，无大只。哎呦，还是。没有动它，没有去把它踩到，它不会伤害你的。哦。它不会伤害你的。总是有时啊，就唔知影因伫遐，就打着，受气。你都有惊着无？哦，心脏扑扑呛，惊死人。心臟免惊免惊，咱南医来拍咱即几下采收只好个养针，拍伫遐多接咧，来缀伫遐惊者。哇，这个蛇有够水啦！大只啊，多谢。哇，你吹着风做享受诶，享受诶吼。嘿啊，太简单，我想着你。好啊，无问题。好山好水。嗯，你好无聊啦。喝你的龟甲。哇，感觉在亲吻你那个角度。阿兄，那有黑啦。啊，那就是要用翕相用的哦。哦，阿你这个气氛有够好呢。你可能看小姐，看小姐，你看。真的吗？来看小姐，你看。你哪会生呢？乖乖。一面墙，搬一出戏，咱的梦演到何时？月亮挂日头，风微微。无输一百输，已经走地球一轮啊！金曲音乐分享咱无输一百输的频道，跟着咱的脚步，会记得把小铃铛开开哦。